我是咱新北儿童卡办。新北市长朱立伦颁证新北儿童卡给三重国小学生代表，宣布新北儿童卡正式上路。即日起，儿童持这张卡搭乘捷运、火车、公车等大众运输，都能享受半价优惠。朱立伦强调，这种半价是比照目前大人优惠的一半，因此以搭乘捷运来说，半价就是享受四折的优惠。什么叫半价？就是大人付的钱的一半。那我们大人今天搭乘捷运，现在因为用悠游卡是打八折，所以我们的半价就是四折了。那我们搭乘高捷，如果去高雄的话，我们大人用的是85折，那我们的儿童就是4.25折。那一样的，我们搭乘火车、搭乘公车、搭乘我们客运都是半价的优惠。另外，为了庆祝新北儿童卡首度发行，朱立伦也宣布，3月2日新北平溪天灯节活动当天，只要持新北儿童卡，就可免费搭乘天灯接驳车。那明天哦，有放天灯，我还特别要求我们所有的新北的孩子拿了我们的儿童卡，搭乘接驳公车，明天是免费的啊，所以让我们的小朋友们大家很开心的，我们也符合儿童福利法的所有的规范。新北市符合儿童福利法的要求，大众运输全面半价优惠，让新北市192,000名儿童畅行无阻。目的就是希望能减少家长的负担，鼓励孩子多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。凯擘大台北数位新闻，刘如虹采访报道。